看过的公民王脸吗？锦下王脸、那个就是高丽时期31代王的商人坟墓。但是世界上只有3个是那个商人坟墓，其中之一在我们朝鲜的开城市。商人坟墓离这个开城市中心有10公里的地方。当时那个锦下王特别疼爱自己的妻子，所以他的妻子死了之后呢，家人就修建7年的期间修建了商人的坟墓，把妻子埋在那个右边的坟墓里边，自己死了之后他就埋在了那个左边的坟墓里面。刚才那不是只有一间吗？不是两，就是室内是那个左右是里边的那个模型吗？我们刚才看这个南大门也是也登记了哈，也列入了啊。树大好乘凉，这老树就是凉快。各种人参产品，人参茶，人参茶，人参生姜茶，一个鲜，还有什么安宁梅花蓝。这酒一瓶是多少？酒啊，哪个酒啊？那个泡的人参呢？泡人参的这个。当场等级。一个等级。120。没法带。先生，对不起，不能回家。好。